今天天气好好哦，和我一起来薅免费展的羊毛吧。到啦，走起。先看到这些是安妮卡一的作品，这个的灵感来自于孢子。来个知识点，孢子是脱离亲本后能直接或间接发育成新个体的生殖细胞，这个叫将人类从人类中释放。这个基于虫子容易有限，关于这个展览的介绍和讲解我看了半个小时也没有搞清楚他到底想表达啥，最后还跑到一个黑漆漆的地方用了20分钟的噪音，溜了溜了，艺术不适合我，吃点东西开心开心吧。来点个 KFC， 领好两个套餐，我点的是炸鸡配薯条。意大利的酱可都是要钱的，这一盒要2毛欧，来根薯条，香哦，吃我心心念念的炸鸡啦，满足，外酥里嫩，汁水多，再来个香甜小玉米。逛个小店消消神儿，看这是卖什么的，还有自动售卖的。糟糕，我听见外面下大雨了，我的草莓，这可不是大雨，这是冰雹啊，我的草莓可经受不起这些呀，看着大冰雹的。这是4月1号拍的视频，为啥这么久没更新？我下回告诉大家。拜拜。